的啦。你这个他妈开机开那么长，你跟我讲还好。大家跑来给你喂汤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现在在宗教新生，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走到华纳微秀。那途中只要经过一家便利商店，就是去买酒，然后大家喝的量是一样的，大家喝的款项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借口，大家都是喝一样的东西，谁先倒谁就输了，看谁可以走到华纳微秀。好啦，第一关是我们的爸。反正规则就是我们在到下一家之前要喝完。开场一次哦，开场一次哦。下一家很近哦，你们要把它秒掉。对啊，下一家过个马路就到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路定得太远，搞不好大家都没有想象中这么猛。OK， 第二家走到五分钟。OK， 第二关就是这个酒趴的，第二关就开始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才刚开始啊，所以大家就两个人分一关，还是要懂得配速一下啦。下一关有点距离啦，大家就边走边喝啦。听说这个大家不是喝一罐就有点差不多了。哦，这个有点硬，这个真的有点硬。等等，这条路，九条通，觉得经过这个我们不买的话，我们怎么叫做酒精路跑？你看，谁都进去了，你们那边进去了。等下这是什么酒啊？烧酒，它13%哎。因为我们经费问题啦，我们穷 YouTuber 啦，四个人喝一罐。欸，这个走不到10秒超过一个顶好。这个是刚刚就是因为这一关经过顶好，所以我们又买了2升，然后要套烧酒5%套13%，8个人要分完这4瓶。我们的专业调酒师，别太多了，我们必须在前5关刷掉一半。好，来，等等，8杯还没喝完，8杯，等一下再平均分配这一杯，然后还有1瓶烧酒。烧酒，现在还剩下一罐完整的烧酒。勇士们，拿起自己的一杯。这到底什么习惯？好难喝哦！刚刚用一个很专业的角度在调这东西，调出一杯超难喝的酒。结束这样的游戏，大家不要再逞强了。应该是第5关了，最近酒精浓度40%哎。要来除掉一些就是没有实力的杂鱼了，都把一些杂鱼该下去了，喝完全部都变杂鱼，喝下去全部大家全部都倒掉。这一杯2个人1瓶，然后这一杯酒精浓度40%。好了，有了。OK， 我已经喝到这一半了。好，那你各位组。好，把它喝完，醉啦，威士忌。哎呦，喝完了，威士忌跟我来讲就跟水一样，我不想多讲而已。我喝完我喉咙好，第六换谁？高粱。第六换你是？很期待的样子。高粱调配中。高粱之味。还能干杯的，手全部给我举起来。来。哎，这个是快不行了。第二名，你在干嘛？第二名脸红。那么少在很对啊！哎，我也觉得在干嘛？太少了。我以为在干嘛？在加酒。你知道我们玩游戏啊，就闯关，都会到一个记录点，捷运站都是我们记录点，我已经快到第一个记录点。我们才走了快第一站吗？我们才走一站吗？我们才走一站，还好长啊！走一站吗 ？OK， 现在是第7家花红选酒。OK， 第8关大雕药酒，这是我们的。酒精浓度23%啦，很臭哎、欸，好养生哦。现在大家就是很嗨，可是没有到很醉。这是什么？说第九关，我从新生逃复生的第九关了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到底有没有人淘汰了？现在没有。没有人，大家都鬼啊！我跟你们叫8个人，但都还没有人醉，我觉得不太开心。没醉吗？我觉得好清醒的感觉。我们才走一仗，我们已经喝了9关，还8关。我刚刚看到里面，瑞布加野格。我们还没到宗教敦化，过了一家全年福利中心，突然多了一杯刷卡，酒精浓度40%。那是说这关要刷掉3个？已经在中风慢傻了。不用刷卡啊！你看我们平时都能喝几轮吗？而且我们现在还不到一半呢。一人拿一杯。你小朋友没看到吗？他还没吐哎、欸。他都要认输，好了，你确定要认输吗？好了，其他的啦。不要，你走开呀！第10站。1, 2, 3, go!
哎、欸，你倒太多了吧？抓到！再倒，再倒！我刚刚以为我喝完了，我刚刚认真以为。像不像哥？我想访问你一下啦，来啊！我们现在大概第八站吗？我现在跟上，我去楼下尿尿。第十站了，第十关，第十关。我想问你现在怎么样？清音，你觉得你现在 OK 吗？你还可以再上几关？你叫我看我疯吗？我可以疯车啊！我可以疯车啊！我也可以啊！来啊！陈主任，妈，大家嘴硬是说自己只有两三层，然后蹲在地上大嗓门的啦。当然录到啊！阿力哥，阿力哥，我们这不到十三关、十四关，那个雪山啤酒，你这么多反应是什么意思？你是第一名是不是？张木，你是第一名吗？我绝对第一名啦！那、欸、你第二名吗？没有，我不敢保证。那我就问你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但我也不知道。阿力哥，内地第一名跟第二名都还活得好好的，你什么意思？还好吧。你这个他妈开机开那么长，你跟我讲还好，你先把那个他妈给我斩断地址好不好？你敢不敢把时间弄定？阿力哥，才到国父纪念馆，你现在什么状况？国父纪念馆干嘛的？丢脸！谁会在国父纪念馆喝醉？他那个 tempo 我不信。好，我们继续 ，Let's go。现在到国父纪念馆，大概是五成人都不行。我觉得阿里哥他妈超懒。哎，我们那个阿里哥，大概在国父纪念馆的时候，就他妈变成这个样子。他跟我讲，他要拼第一名的。好，阿里哥把头扬起来一下。阿里哥，请发表你的感想。来啊，你还信不信？脑废啊！那你要不要站着讲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要说什么？跟镜头说一下。你们很丢脸，你们超。我很丢脸吗？烂烂透了。那你觉得你可以到几名？第一名啊。你现在还是第一名吗？顶多第二啊。我们其他人都已经他妈站得挺挺的，你要确定。阿尼哥招牌的那个穆斯林教又出现了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我已经准备好一个把你们全部投到了。我想问你这最舒服？我不可能会最舒服，为了我的频道，我也是难，我用爬的，我用滚的，我都会滚到中间。好啦，冠军，阿尼哥。哎，谢瑞。还应该不可以啊！你要让我们录到最后，我们没有结尾啊！你可以，你说一下，你还可以，你就跟我讲呗。你在秀帮你录结尾，我们现在真的没有结尾，这样好妖嘞！他不知道来了什么前三名，来了前三名，你跟我讲一下结尾，订阅、分享、按赞 ，OK 吗？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讲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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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吐了是不是？要吐，要吐，你要吐。你不行了吗？你阿里哥哎，他妈超烂，超烂！你怎么看阿里哥？我烂过，我以为他很强。谢谢。那我们继续跑。哎，我们继续跑。录起来，录起来，录起来。这个 YouTube 有没有那么烂呐？阿里哥，拜拜。我帮你完成你的遗愿。阿里哥，再见。拜拜！你看得出来我们都爱你吧？啊！谢谢司机，这个司机我恨你。拜拜！录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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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！废物！往前，往前 ，Go！